生活里的故事是一段一段，忧愁和欢笑都在聚散之间，人来人往的每一天是新鲜的事儿不断呐、啊。相遇相见的小世界是因为彼此有缘，也许会泪眼连连，心里又不甘，也曾是心生埋怨，话已经到了口边。生活的节奏是越来越快，真假难辨呐、啊。只要真心真意地面对，美好就在你的身边。有事你跟他说吧，跟我说吧。啊啊啊啊！哎呀妈呀！班长开瓢了！班长开瓢了！班长开瓢了！哎，怎么回事？火车进站的时候吧，他把那脑袋往窗外搁，这时候一大石头飞过来，把脑袋给开了。站住！怎么班长跑火车上去了？谁说是班长呢？你呀、啊，是旅客。嗨，班长开瓢了！班长开瓢了！班长开瓢了！哎，快走！送他上哪儿？铁路医院。快快！班长、啊，咱们也去啊！啊！哎哎哎！怎么回事？俺一见血就头晕。嗨、哎，你怎么有这个毛病啊？你呀、啊，你就别去了啊！我俺送他去医院。你还送人家上医院呢？你自个儿就是病人。快、哎、点，找他。哎呀，哦。得，这倒好，砸晕一个，吓晕一个，走。我向大家通报一个消息，那位受伤的旅客。哪位受伤的旅客？就是那个在火车上被扔进的石头砸破了脑袋的那位。你就说那个开瓢那个多省事啊，哈。哎，你听人家说。啊行，开瓢紧急住院的那位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嗯，你看，俺猜着了没？你猜着什么了？啊，人家已经醒了，而且伤口愈合的特别好。哎，那老于，你赶紧问问他，到底谁扔的石头？肯定是一起谋杀案啊！王永花，你脑子又进水了吧？啊，人家能往开着的火车上扔石头搞谋杀吗？还一扔一准儿，这是不是老于啊？你说呢？你看，我这，哎呀，你说的对啊。可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，那位旅客不仅不知道谁扔的石头，嗯，而且呢，就连谁受了伤他也不知道。嗯，这脑震荡了啊，失去了记忆，醒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受伤了。干脆这么说吧，他连自己是谁、姓什么、叫什么。全不知道了，想也不知道。谁问你了？哎，老于，嗯，他有身份证吗？他，嗯，哎呀，你还别说，嗯，任何证件没有。哎，不是，总得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他身份的吧？啊，嗯，够呛啊。这火车上一乱，包也没了。哦，这找了半天，从他兜里头找了半张内部食堂的饭票。哎，那就行了，但是哪个单位也看不出来了。哎，已经交到局里去验证了。哎呦喂，这事儿还真麻烦了。同志们，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从我心里油然而生。我们应该尽全力帮助这位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的同志。
对，等他出院，接他到这儿来，咱帮着他一块儿恢复记忆。哎，没错啊，没准啊，他一到咱们这儿来，就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哎，不对呀，他是在火车上受的伤啊，是闭着眼睛让咱们抬下来的呀。哎呀，同志们，大伙儿啊，做好思想准备吧。嗯，这个事情，哼，比咱们上次送那个被拐卖的儿童回家还难。没关系，只要我们有爱心，就一定能让他想起自己姓什么来。哎，不光这个，我们还得帮助他彻底恢复成为原来的他。光荣啊，同志们。哎，你笑什么？傻笑什么？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！是不是？俺琢磨呀，这啥都忘了也挺好。嗯，该银钱不用还了呀。你怎么就想这个呀？哎，我说，待会等人家来了，咱叫他什么呀？没名没姓，咱总得给人起个代号吧？啊，这叫开瓢那位呗。开瓢？这瞪俺干啥呀？他本来不是就被开瓢了吗？我建议啊，代号就叫 W 啊。为什么呀？这个英文里头啊，这个像那个谁 who 什么时间问从哪来的 where 为什么 why 哎，这些词儿啊，开头字母都是 why。 对，这还差，都是 W。 哎，我觉得这个 W 先生挺好的，就用这个。那叫老 W 也不错。哎，对，老 W 就叫 W。 嗯，准备迎接 W。 好。咋？打啥来着？那个，俺咋打不出这代号呢？我说就这一个字母，你怎么还绕不过来啊？跟着我念啊。W。 打。W。W。 哎呀，真笨，不是 W 吗？哎呦，哎，对了，大波溜哈，记住了，大波溜。五五二十列车，现在开始前方，有去往江市的旅客。啥事儿吧？来来，第一站台检票。一会儿呢，老于就把那位失去记忆的旅客呢接过来。真的啊？咱们这个献爱心的活动呢，就算正式开始了。好，开始。我们一定要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助他。放心吧，啊，会叫大伯溜了。对对对，谁让你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啊？哎，我就提醒一点啊。哎，这位 W 呢，一定特别难受。你说忘了自己是谁，能不难受吗？可不。俺忘了钱包搁哪儿都特难受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对他像春天般的温暖。说话注意，不要让他伤心。万一他又再想不开，完了。班长，我这早预备好了，看见没有？一沓子面巾纸，到时候给他擦鼻涕，不是那个，和眼泪。哎，来了，来了。哎，来来，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咱们那位客人。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。和单位了。您将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战斗在一起，直到胜利的那一天，也就是你恢复记忆的时候。也别总咱们说，让人说两句，要是人家不愿意跟咱住一起呢，那咱不就省心了吗？哎，别瞎说，你让人家说，人家也得能说话呀。对对。那倒不是，我估计啊，是他现在太伤心了。他有话吧，他说不出来。我怎么就说不出来呀？我怎么就不能说呀？你们呐，都别替我着急了。真的，这一砖头没把我打傻了，我就知足了。哎呀，忘了自己是谁，这怕什么呀？啊，人一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早晚的事儿。不是，哎，没错，这位。
特别有意思，是吧？大明，您面巾纸白预备了吗？再说了，我这病又不挡吃不挡喝的啊！哦哦，对了对了，我忘了，应该好好的谢谢你们。我谢谢。哎，我让你们受累，没有，我让你们着急了。我真是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不是亲人，胜似亲人呐，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再次郑重的谢谢你们。哎呀，好。我要是不挨这砖头，我怎么能够体会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呢？我在医院刚刚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一睁眼脑袋里是一片的空白，我简直就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了。对了，你们知道吗，这个小鸡呀、刚刚孵出蛋壳的时候、它只要第一眼看见谁，就把谁当做自己的妈。对了，我第一眼看见的是谁来着？对了，我第一眼看见的是老鱼。鱼。行了，别往下说了啊。性别都没整明白。你这样啊。我带你上火车上去看一看，去转一转，看看能不能够想起点什么啊？火车，火车，谁要坐火车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要坐火车？不，那我要。哎呀，坐火下来去啊！你以前究竟坐过没坐过火车？这个我不清楚。可是你头几天是坐了一趟到牡丹江的慢车。这个车上人很多，你一直站着，突然一个石头进来，你开瓢了。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你昨天告诉我了。哎，来。水快了，来，把茶快沏上。又去了，我歇会儿吧。听别的班同志们说你这两天呢忙里忙外的，都成临时值班员了。哎呀，没事大姐，我想吧哈，我这人吧原来肯定是特别的热爱劳动，您看啊，什么事我都忘了，可这勤快劲儿我愣没忘。班长，要说呀，咱老 W 心理素质就是强。人家都一礼拜了还想不起来自个儿姓什么，人不着急。哎呀，骑马找马吗？我骑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实在找不着家，我就拿这儿当家了。你们是体会不到，我觉得你们这儿吧还真是挺好的。瞧你说的，我们可怜你还可怜不过来呢。不用，我可是充满了希望了。你们想想，我忘了我是谁啊？那其实我是谁呢？究竟我是谁呢？到底我是谁呢？对啊，你是谁呀、我是谁，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每天晚上啊，我吧躺在你们办公室的沙发上啊，睡觉之前呢我就琢磨，越琢磨越有意思，是越琢磨越有意思。你都琢磨什么来了？首先我想，很有可能我是一个国家干部，一定是处级以上。要不嘛我就是一个大学的教授，你啊专带外国留学生，中国的学生我还不教呢。对了，要不然我就是一科技英才，国际上的专利我已经获得了12项。对，要不然我是一个什么经理、董事长，或者是外国驻华机构的老总。你啊，对了，我可能还是这个画家、作家、演艺明星。对了，你们瞧瞧，你们瞧瞧我像哪个明星？电视里见过吗？眼不眼熟？你别说，长得还真有点像刘威。刘威是谁啊？属于歌星，不是那个，反正是一演员。对了，你这一提醒，我想起来了。你想啊，如果我是导演、编剧、
制片，你这三个人我都一人兼了，你说这不挺好的吗？不是不是啊，啊，哎你没你啊，不要打断我，这是我灵机一动刚想出来的。嗯，我根本就不是中国公民，我是美籍华人啊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等等吧，不让 Hello， 不让。您自个儿好好想想，嗯，您上述这些身份的人，哪位能在慢车的硬座车厢里站着，还让人把条儿开了？大伯娘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快看，寻人启事的照片。寻人，这照片是我吗？啊，你怎么长得有点像，是吧？真的啊？我说这照片怎么照的呀？啊，怎么这人眼睛都闭着呢？这什么技术？你耍呢？这是一让人认领的无名男尸。哎，您呢？感受感受这咖啡馆的气氛，嗯，看看能不能想起点什么来。哎呦，我们俩啊，哎，今儿特地啊，给你换一环境，哎，啊，好好看看。张开想象的翅膀，嗯啊，这地方，嗯，想起来了，我肯定是没有来过。没来过你乐什么呀？嗯，我们知道您没来过，是火车把您拉到这儿来的。嗯，小姐，发咖啡。不是，我也不是跟你们哥俩抬杠。嗯，我说我怎么也记不得我曾经坐过火车。嗯，对了，你们都说我这头上是火车上打破的啊，可是我怎么想的？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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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急你拱什么呀？说话吧，是吧？咱们呀，最近的事儿想不起来了，不要紧，嗯，是吧？咱们可以想早先的事儿啊，对，是吧？咱们试着捕捉遥远的回忆，嗯。稍一闪念，您就把它牢牢地抓住，嗯，再一使劲，哎，那记忆之门可就打开了。对，这个，哎，这就有点像那个逮蝈蝈，嗯，是吧？逮蜻蜓，嗯，逮蚂蚱，对，逮蛤蟆，你要逮不住，它就跑了，哎，是吧？所以啊，你，对了，什么？你小时候逮过什么没有？嗯，逮蜻蜓那肯定是城里孩子，如果要是逮蛤蟆呢，那肯定是乡下孩子。嗯，想想。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有过小的时候。嗯，你生下来就这么大个儿啊？不是，我就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小，就是逮过什么东西。我就这，我逮过什么东西？蜻蜓、蚂蚱、蝈蝈、蛤蟆。嗯，不是，我连蚊子都没逮过。那咱们就想想现在，啊，你喜不喜欢这咖啡馆的气氛？嗯，要是喜欢，那您就是一白领，嗯，要是不喜欢，准是一蓝领。嗯，哎，谢谢你努力。其实小伙子啊，我觉得你说的也不一定就有道理。嗯嗯，问你，你问刚才给咱送咖啡的小姐，嗯，她算是蓝领吧？你问她喜不喜欢这环境，她肯定说喜欢。而且吧，人家这工作比你们强多了。你看，你一天当警察，你忙吧？你们这后生是多乱的，各色人等都有。远了。等咱们还是回来啊。嗯，喝咖啡，您尝尝这咖啡这味道，怎么样？哎，嗯，抓住了，快点想，快说。再搁点糖就好了。不是，真的，您想想啊，以前在哪儿您喝过这种东西？嗯，哦，比如说那环境，就是您温馨的家。家，哎，温馨的家，哎，温馨的家里，头一样应该有什么？嗯，
那当然是媳妇儿了。想起来了，他终于想起来了，他想起他有一媳妇儿。想起什么来了我？媳妇儿啊？什么呀？是我顺着你们俩那杆往上爬，我爬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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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爬出一个媳妇儿来。你刚才这问法，的确有点这诱供嫌疑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两天为你这事儿，我没干别的，我净看书了。我书上告诉我这事叫这发起誓。不对吧？启发誓。这么着吧，你们俩帮我想想，我这温馨的家应该是一什么样的啊？你们哥俩帮我设计设计，啊？这我设计不了这个，怎么？我就听说呀，有设计未来的，没听说有设计过去的。那过去呀，只能靠咱自个儿慢慢想起来，对，是吧？啊，你想不起来，这才能有探讨的可能性吗？是不是？你看看啊，我想。我这个温馨的家啊，起码是一带花园的这么一别墅，啊，老婆孩子外带一卷毛狮子狗，然后有一台私家的轿车。哦，不是，哎，我们老大不了我。我这老婆，我老婆是一大夫，这样我们全家人有病都不用上医院了。我这孩子吧，得是一龙凤胎，一男一女。然后我这卷毛狮子狗纯白的，一根杂毛都没有。然后我那私家的轿车墨黑，是一凯迪拉克。行，你要是在丧失记忆的基础上再加上妄想症，咱这病可就没治了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就是这么说说吗？我是想。得，那行，那你们哥俩说，我按照你们哥俩这杆往上爬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说，您呐，肯定不是头一回喝这咖啡，要不然怎么知道往里头搁糖呢？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您想想，如果换另外一个环境，那是一双什么样的手，把另外一杯咖啡端到您的面前？哎，就那手指头，筷子似的。还是胡萝卜似的。然后您掀开记忆的帷幕，行，顺着这手指头往上看，那就是您太太那张脸。哎呦，那脸，瓜子儿似的还是柿饼似的？然后视角再向下倾斜45度，对，那就是您太太的腰身。哎呦，那腰身，面条似的还是面缸似的？你老瞧我干嘛呀？这时候您太太说话说，哎呦，那声音，夜莺似的还是公鸭子似的？行，筷子还是胡萝卜？瓜子儿还是柿饼？面条还是面糕？夜莺还是公鸭子？哎呀，别动。对不起，我说你们哥俩吧，就别奇葩我想了。你说我万一要真想起来，我那媳妇儿就像他说的似的长得那样，那我觉得还是现在好。你就给我加点糖呗。想一想，那细细的看一看呐，只要真心的面对，美好在你身边，也许会泪眼连连，心里又不甘，也曾是心生埋怨，话已经到了口边，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，真假难辨呐。
只要真心真意的面对，美好就在你的身边。Thank you.